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做伙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尊念，五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二约中尊，皈依精卡诸众中尊，阿舍利尊念，五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二约中尊，皈依精卡诸众中尊，阿舍利尊念，五地主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二约中尊，皈依精卡诸众中尊。正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33页第一行，可对啊，宁号十方分两段。第一段相明随心离号啊，最后就是别名观音救苦。这是这篇经的总结。总结最后的这段特别的重要。请看经文：欲知十方无量佛所，随心即到，现故处界作大利奥。现故处界呢，念若有住界。诸界者，即处娑婆世界，也就是讲咱这地球。菩萨，没讲是观音自己，极乐世界，任何一尊的菩萨。那是讲拄拄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生到凡圣同居土，啊下品往生，啊拄拄啊去往生呢，地位上低，拢有这能力，啊都、就是讲想要去到十方。无量诸佛刹土啊，去降佛去闻法，随心即到，两头只叮当已经到地了。什么原因？因为极乐世界。全体拢是发性变现出来，不亲像咱这个世界，十方佛刹、十法界内面的众生，拢是用这个妄心，用阿赖耶。啊，咱的身体。是阿赖耶的相分，咱的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见分，跟阿赖耶的见分
当作家己的心，甲阿赖耶的相分当作家己的身体。伊毋知影讲阿赖耶是生灭法啦，有生有灭。所以咱的身体呢，身体啊是细胞组成的啊。细胞是阿赖耶的相分，啊，起心动念呢是阿赖耶的见分。啊，分别是第六识，执着的是第七识。慢啊性，啊，所以头前念头灭咯，后面念头就生咯。相思相惜啊，因为中断，这是十方世界、十法界里面的自实真相。那是讲诸佛如来十部庄严土呢？哎，就甲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拢嘛是同款呢。啊，咱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十部土。你都会啊。那有读过华严经就知影，华中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十部土。释迦牟尼佛的布心呢，叫做罗刹那。那释迦牟尼佛的发心呢，叫做毗卢遮那，这拢嘛是梵音啊，梵文的读音啊。毗卢遮那意思是遍一切处，发心啊，遍一切处，遍一切时。所以跟我们无距离啊，啊，不心就罗刹那，罗刹那佛，换作中国的意思叫净满，净是清净，满是圆满。意思真正明显，清净达到究竟圆满。啊，释迦牟尼是应化身，假释迦的意思呢，是临足、足彼。摩尼的意思是清净啊，这个名号呢，就是啊，居住在这个地球上这个阶段呢，一万啊两千年，这个摩尼的法文，假净化一千年，净化了一千年，我化了一万年。咱现在是伫个末法，那照中国古代的这个记载呢，末法一万年已经啊过去一千年了。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，末法的第二个一千年。那以后就是九千年，拢是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。
啊，修行正果才算完成咯。啊，《大乘经》里面佛法讲的，什么是正法、上法、末法呢？那有讲经的人，世尊在世的时阵，伊老大人讲经教学49年，伊也灭度了后，伊的弟子大家拢嘛会讲经啊。那而且是四面八方传播。啊，展开大规模的教化众生，那第一个1000年正法，大地这世间的菩萨多啊，阿罗汉多，那所以正法时期，讲经的人多，听经的人也多。真正照经典啊所讲的这个理论方法修行的人啊真多，正果人啊真多，这叫做啊正法。最顶的呢，上法，讲经的人有，听经的人嘛有。修行的人有无正果的路，这是上法。啊，上法1000年，过落去是万法，万法都有讲经的人，有听经的人，修行的人就无了。诶，就是咱现在这个时代，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无修行的。啊，现在寺院内面讲经的人愈来愈少了。啊，寺院拢嘛是咧做经忏佛事的，做法会。啊，都为着咧讲经咧，学校、大学啊，铁学系内面确实有佛经、铁学。啊，我早年伫台湾文化学院，几个月都有佛经的这门功课。我会记得我教5年，那这是末法了。介伊啊，当作是一种知识来研究，也无修行呢。以后就会走向这个趋向啊，因为铁学、国学。承认了大乘经典，那大乘经典是高等科学、高等铁学，以后买变质了，那不是真正佛法了。真正佛法爱行爱静，那才是真的。末法时期只有一门。是真正佛法净土宗，那净土宗啊，念佛往生就是净啊。那真正往生叫做世界是净故，那往生到叫做世界，无一个未成佛的。那到个末法只存一门尔。84000法门，最后只存一门尔。其他每一个法门，拢得爱断烦恼，才会当净啊。
烦恼无断，袂当静。这个法门，温尊的待业往生，就是讲烦恼免断，会使带去极乐世界去，到极乐世界才来断烦恼，有这么方便啊。那是无这个方便门，那就无办法通去咯。咱啊，结果就更加好，升天啦、啊。若那是讲无灯，自私自利的念头啦，无灯。贪嗔痴慢疑，即个烦恼无断，会生欲界天呐、啊。啊，欲界有六层天，一层比一层殊胜。啊，一层比一层较轻，你愈记起烦恼愈轻。愈在下面烦恼愈重，这升天咯、哦，升天无问题啊，真个是做未到啊。那所以咱了解事实真相，咱个全部的精神力量拢总用来念佛，求生净土。那生净土的利益无比殊胜，那这个殊胜甚至是超过头前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。那诸位那是讲深入无量寿经念落的执著非常的好，伊啊是引用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解释这部无量寿经，解得非常的好。啊，咱的功力爱专，唔通把这个时间分散，唔通把精力分散，爱集中起来专攻这部。专念阿弥陀佛，决定求生啊净土，无第二个念头。所以呢，观音、释迦这两位菩萨，想要去到一尊佛的世界，伊就会到底啊。啊，是不是真气和真气啊？你才凶气？为什么？西方世界，个真为菩萨的缘真深。那众生拄着苦难，都念佛菩萨，你念伊都有用啊！啊，咱的念是感，伊听到了。咱那心一个动，伊就知影，啊，伊就会来用，所以随心即道啊。头前讲真多，有了世界是法性土，全体是法性土，无亲像咱这个所在有法性土，有法相土。那心法界六。道呢是法相土，不是法性土啊！只有华中世界是法性土啊！极乐世界有反省动机土，有方便有土，但是伊啊，这两土嘛是法性土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那你一定要认识清楚。换一句话讲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咱的身份定有是
观世菩萨。为什么讲定有呢？因为不是咱家己证着，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和咱甲观世菩萨有同款的智慧，同款的神通道力。这是阿弥陀的恩德啊！他方诸佛世界是无的啊，只有这地才有啊！啊，所以咱咧学佛，一定爱甲全部的啊精力锁定伫这个所在，我决定成就。现故出界做大利奥。出界特别的是中国，中国人唔知阿释迦牟尼佛咧啊，真多啊，唔知阿弥陀佛咧嘛是有，唔知阿讲观世音菩萨，好难像无，无一个人唔知阿讲观世音菩萨咧，这就是什么呢？缘啊，亲吗？现故出界。跟咱这个世界众生因缘特别的亲和，都是这道理。那做大利奥，这个大利奥是什么呢？念佛的这地有跟咱讲，无念佛众生立处不暇。啊，观世音菩萨，你甲伊缘亲吗？你临终的时阵，谁来接应你？观世音菩萨，不是佛来接应呢，是伊是佛。观世音菩萨现的佛，现阿弥陀佛。啊、阿弥陀佛嘛来接应你啊，观世音菩萨嘛来接应你。业处不下了，啊，你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永远离开啊六道轮回咯。啊，三途就是六道轮回。但永远离开咯，南岛就是六道内底三恶道啊，富贵、地狱、众生。啊，咱家己都爱加想看卖，敢无去做三岛的业呢？有啊，肯定是有啊，而且是生生世世拢在做啊。这一生你阿哥是在做啊，啊，足无容易得到人心，阮就好法。这是无比的幸运啊，啊，对人心啊，问何法？就是讲你啊，这一生有机会永远离开六道轮回啊，这个机会非常非常难得啊，别千万家难做乌，真的不是假的啊。啊，比这星期书讲的啊，无量劫来，已有难逢的一天，就是讲得到人心啊，文化化一天，啊，咱拄着咯，啊，那像中特奖同款呢，这个比特奖更加难得啦，咱啊得着咯。你就这一生决定
唔通放弃呀！啊，咱一定爱离开娑婆世界，一定爱离呀！那释迦牟尼佛不送咱去到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欢迎咱啦，迎接咱到极乐世界。这个因缘偌尼殊胜，偌尼庄严的，也唔通去错过咯。到极乐世界都是得无上力。做阿维瓦帝菩萨，灵童发心大师，啊，这种大故啊，不是种小故。那我一句讲，咱的这一生，地佛的法文来对这正法。都在净土是正法，不是外法。保证你往生，保证你的正果，当生极乐。这是大利，这是大奥。那唯有真实之理。咱伫遮看到咯，那本经讲三个真实，这嘛是一般的经上真罕哩有诶，真特殊。三个真实第一个，真实之际，真实之际什么呢？就是真如本性。都是真法实相，啊，究竟圆满的真实，无丝毫疑梦的，完全真实的。那第二个是真实智慧，第三个是真实之理，共这三个真实。啊，最后这段别名观音救苦，世间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有急难恐怖，但诸鬼名观世音菩萨，无不得下脱者。这是观世音菩萨跟我们有特别的缘分，这个经文都要注意哦，要特别注意，因为我们一个开头世间就是讲咱这地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这个善劣是关键。天甲观世音菩萨的感，那是无善，无善就未感。啊，善的标准是啥物呢？十善业道啊！啊，咱要甲观世音菩萨建立关系，一定爱修十善。十善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
不蒙古不良色，良色是挑拨是非，他存心要伤害别人，啊，不欺骨，欺骨就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，不恶口，恶口是讲话真粗鲁。好人听得未爽快啊！啊，过来就是不贪、不亲、不欺，这个啊，十善。恶佛，天门啊！佛法的是两门，改门甲天门，改。是你明白咯，明白了认真去做，那唔通把所有的理论方法落实伫个生活上，迄度唔是叫做学佛，那是佛学。佛学呢是学一寡佛法的知识，无路用。啊，了生死出三界是无关系咯。啊，所以佛法重行，你学偌济，都要落实偌济，一定都要落实的生活，你的生活才会有受用啊。什么受用？人生最高享受啊！这个享受，你得到欢喜心，得到清净心，得到欢喜心，开智慧啊！那所以欢喜充满啦。啊，这个世间是苦海无边啊！你的苦海来对，得到法喜，那人可贵啊！那是真的，不是假啊！啊，你真恶，啊，你就真正得到了。啊，恶地主贵，也得到法喜。啊，有感应篇买得到欢喜，学十善业道比头前的这两种的欢喜更加关一层了。啊，够关一层，那都要去体会到。佛法是建立在世间法的基础上，无世间法就无佛法啦。啊，那是讲无世间法的基础，佛法是建立未起来啊。这是啊，一定的道理。啊，那要学，要对到学起呢？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对孝亲尊师，对家做起。孝亲尊师要安怎去做呢？弟子规就是啊，啊，所以弟子规就是孝亲尊师，感应篇就是诸心不散。才有这个资格修十善业道，这出世间的修学未当立定呀，都爱啊顺序渐进，立定呢就错了。
未用你立定的啊。咱来看阎罗的注解，观世音菩萨世称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对有名称来对这四字救苦救难，咱这个世间苦难真多啊。啊，这礼拜我拄拄啊看到同学甲我揭露的新闻，第一后是飘队，那全世界各地发生的有六十多件啦，这一礼拜啊，我是同学，每礼拜接录一篇啊，给我看。我无咧看报纸，我的信息就是对这来，知影无讲真详细，知影有这款代志，安尼就会盈利咯。啊，每礼拜拢嘛有十几条，人生才有苦有难啦、啊。啊，拄到苦难要安怎咧？啊，那世尊的即地迦兰呢，念观世音菩萨啦。啊，《法华经》普门品内都有讲，苦恼众生啊，苦罪、烦恼罪，一心清明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该得下脱。啊，咱清明念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立刻就知影咯。啊，依观你的啊音声，你就会得到解脱咯，解除你的苦难啊。啊，《法华经》上讲的啊，《法华经》是一乘大经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一乘大经无罪。什么是一乘大经？一乘成佛。这叫做一行大经，啊，一行大经，古来祖师大德给咱判定只有三波，第一个是华严，第二个是法华，第三个是梵梦，梵梦经读了菩萨。戒品、戒品、戒品以外，其他无传到中国来，迄嘛是一部大经，只传戒品啊戒品，菩萨心地戒品都、就是戒品。
这就是讲一生圆满成佛。啊，咱净土的这个三经一论呢，确确实实嘛是属于一行大经。然后我还阁是无门品来对讲的，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无我为极难之中，灵犀无畏。啊，犀是布犀，布犀有三种，有财布犀，有法布犀，有无畏布犀。啊，你伫个惊吓恐怖的啊当中呢，迫切啦，需要人来救你。来救你，这个人对你是不施无畏，让你离开啊恐怖，离开畏惧。这叫做灵犀无畏者，是故处娑婆世界。娑婆世界是一大千世界啊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。伊有偌大呢？黄念老居士甲我讲，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，单位世界中心是须弥山。你家己是随着须弥山的旋转，现在天文真进步了，天文的知识大众知影个啊，愈来愈多了。啊，天文学家甲人讲，太阳系，太阳。有高大行星，随着太阳的旋转，太阳刷到这个星系，随着银河，确实是在银河的当中啊。苏米山呢，都是银河的核心，银河的核心就是黑洞。引力非常强大，孟阿五言里面讲的啊，银河对折，就是去年的十二月。啊，有真多科学家认为，银河中心的这个黑洞。引力的可能对地球产生影响。啊，2010年，科学家因为悉尼开会讨论这个问题，有50%认同这个讲法。另外有50%存怀疑的态度，认为讲影响不只有对地球造成伤害啦，啊，这件代志已经过去咯。虽然过去，啊，咱知呀，咱现在也是伫这个范围。现在距离这中心并不真远，因为伫个银河的这么大的这距离当中，这一年太阳所行的这个啊距离啊，不讲真远，也阁是伫这个范围内啊，并不脱离这个范围。
啊，这是一个单位世界。我的经常有跟人讲，今后这款单位世界集合一千个，这是一大钱黑，叫做小千世界。佮以小千世界为单位，合一千个小千世界，叫做一个中千世界。然后再佮以中千世界做单位，合一千个啊中千世界，叫做一个大千世界。这个大千世界都是一尊佛的教区，伊教化的所在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伫倒位呢？无离开咱这个世界，伊伫啊，伊无时不在啊。啊，伊的法身遍一切处，众生若是有感，伊都有应。伊来应化，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，无来去啊！阿弥陀佛嘛是安尼生啊，十方诸佛嘛是安尼啊，因啊拢有这个能力啊。发心是无形象的啊。咱伫个头前学过真多，发心都无物质现象，伊毋是阿赖耶相分，发心无心理现象啊，啊起心动念无即款现象，毋是阿赖耶见分。啊、所以咱的六根也未着，伊真正伫咱面前，咱看无，伊会看到咱，咱看未着伊。伊听到咱的讲话，咱听未着伊的，伊也真正低咧。啥人会证明呢？佛讲啊，怎样事实真相的，唔止一个人，十方诸佛拢嘛知影。佛甲人讲，八地以上的菩萨嘛知影，啊，八地以上就真多咯，八地啦、九地啦、十地啦、顶格，啊，这数量太多了。因拢知影啦，换一句话讲，咱啦去到极乐世界修行，修到八地，咱嘛会知影。啊，到极乐世界修到八地无困难。啊，迄地缘太殊胜了。啊，四方世缘来对。而佛的动修拢啊发起，众生无边誓愿多，未当多啊！家己都无多，要安怎去度人呢？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法门真正是无量。没安怎学啊，无去极乐世界的四句啊，拢嘛是空话，拢是妄想。啊，去到极乐世界这个梦啊，都会成真了。这个梦就成真的咯。为什么到极乐世界，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咱做
我为我的菩萨，啊，我的是了不起咯。诶，亲像阿弥陀佛同款，分无量无边心，分心，分无量无边心要创什么呢？去到西方世界去拜佛去咯。那供养佛是修福，到西方一切诸佛如来去地去听经去闻法是修慧啊，一尊佛都未老去，拢死去啊。所以当时哦，当时就得到无量无边的法门，都圆满咯。每一分加你这个法门，你无量无边的法门啊，都圆满咯。所以讲，那是真的，还不是假啊？到极乐世界，幸福快速啊！啊，你家己本身呢？本身伫阿弥陀佛大纲堂无离开啊，浑身出去啊！啊，阿弥陀浑身是去接引来往生的人，啊，伊浑身做这款代志，其他的人也浑身拢嘛去西方世界去拜佛，去听经闻法啦，去学无量法门。啊，所以咱就爱啊，认真的去想看卖，这个所在敢唔去呢？未安怎去？第一个条件是爱把这个世界给放下，你去则无障碍。凡是未当去咧，你对这个世界有留恋，对于这个世界无办法彻底放下。放下了，这去会成啊！放不下是未当去啊！啊，那往生最大的障碍就是放不下，所以这个代志唔免去找别人，找啥人都无路用，爱找家己啊！家己要下定决心，真正是肯放下。啊，观音、大慈大悲救苦救难，是故若有急难恐怖。啊，这四字哎，特别的注意，你啊都着急难，都着恐怖了，要安怎？释迦牟尼佛教咱呢，但以自行归向大师啊，真诚啊，到极处了，这个心就会起作用。那一心依靠观世音菩萨，就是归向咯。啊，无丝毫疑虑，我一心一意求观世音菩萨帮助我。观音菩萨真正出现咯。啊，念头一动，观音菩萨就现前。啊，虔持名号，念菩萨的名号，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就好了。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，皈命的意思。
啊，彻底解脱，无一个未得到解脱的，解都是解毒，念邪也是动俗，念解的是名俗。啊，个你的苦难逃开咯，你也脱离啊苦难咯。脱离恐怖咯，啊！念落伫后面，家人是要安怎去念？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这是念落伫即个家人呢。啊，拄着急难啦、恐怖啦，啊，你都会念。南无大慈大悲啊，观世音菩萨，菩萨啊，都会来帮助你化解灾难。嗯，过来看下面的一篇，愿力弘亲的。29念落有简单的品题介绍，本品先比托所有菩萨均愿力弘亲，决定一生无佛啊！这篇甲咱介绍啊，说明这项大事。那、啊、什么事呢？依托就是叫做世界，叫做世界所有的菩萨啊，叫做世界有诸托三倍。高品啊，所有的菩萨，那特别的强调啊，反省当基督的菩萨，为什么？咱生到极乐世界，绝大多数拢嘛是伫这地位，反省当基督。啊，大家啊，拢嘛是啊，愿力弘亲，弘是大啦，大愿啦，啊，亲是亲愿，大愿是普度众生，亲愿就是正到究竟，啊，我要亲得到究竟。那就成婚啦、啊，所以决定一生不处，未到到第二生呢。你一生当中一定会到不婚，不朝不。那这尊佛在这世界教化众生，也缘无了，伊也离开去别个所在去了。啊，你甲这边有缘，你就会来遮保业这个位。来这边来成佛啊，所以叫做一生无佛。就是咱这世界，释迦牟尼佛的法文终了咯。那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典，伫这世界有存在咯，拢消失咯。啊，《弥勒下心经》里面。跟咱讲，偌久呢？啊，大概就是56亿7000万年以后，弥勒菩萨下生来到这地球来实现成佛。这个寿命是安怎算呢？你都会向算算出来。更加正确，
弥勒菩萨现在在倒数天，倒数天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，我们的时差啦，这么大的时差，它的一天是我们的四百年呢。那一年呢，也嘛算讲是365天，就是一年，伊个寿命是4000岁啊！你也该算出来啊，56亿7000万年，你就算会出来。弥勒菩萨来到这世间来实现成佛。啊，所以现在有真侪人咧讲啊，弥勒菩萨将天盘咯，弥勒菩萨已经成佛咯，那是骗人的啊！释迦牟尼佛讲个真正清楚，啊，天人伊那福报大，寿命真长，福报大啦。咱即个气气呢？第一站是往天，是往天的一天，是在人间50年，但他的寿命500岁，也是按你心算的，一年365天，500岁啊，是往天的天人，啊，过去去都离天。中南宫玉皇大帝，那么听人讲过，孔子生在多利天，多利天的一天是人间100年。啊，孔子鼓励咱2500年，啊，在多利天，在多利天有偌久呢？一天是100年，10天是1000年。孔子鼓励咱2500年，这25天呀，永生到多利天。现在这25天呢，孔子看人世界乱作这款，哪会讲离开无偌久的变成这款的呢？哈哈。所以仰摩天过起起的一站呢，仰摩天一天是人间的200年，这一加一倍。那也寿命是2000岁啦，都离天寿命只有1000岁，那仰摩天2000岁，都十天过起起一站4000岁。一天是咱人间的400年，啊，顶面还佫两站，第五站天，化禄天，寿命因一天是咱人间800年，啊，他华主宰天就是魔王婆孙住的这天，魔王婆孙住的天。刚人间是1600年，1600年因为一刚呢，那欲界、色界也无算的，色界更加悬咯，色界18层天，无色界也够4层。那经上佛讲啊，真正清楚。啊，如果讲你就是讲界欲界啊，看清楚，你嘛对有这个啊，咱这个人间啊三恶道，你就会真正感叹啊，真苦，真可怜啊！
来对呢，即来对呢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做种种不善业啊？为什么做这款代志？啊，断路修仙，对行天，上品十善，知欲界，六尘天啊。那中品十善就是临多，下品十善是修罗噶罗刹。啊，为什么唔断落修仙呢？唔拿讲家己爱断落修仙，尽量帮助众生啊，断落修仙，安尼才对。啊，做人爱做个亲像一个人，中国人的标准呢是五伦五常，诸位八德。啊，咱个呀总归纳起来呢，只有十二字，十二字拢嘛清净的性德。所以清净不是人为的，不是说多一个人发明的，不是多一个人创造，不是自性本有。那确实就是老祖宗古圣先贤所讲的人性本善啊，但这句话写在小朋友的课本的内底头一句，《三字经》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啊，这是啊，性德本来就是啊。那性本善，所以跟性相应的就是善呢。违背就是错误。那现在本善善是什么？古德界啊，归纳做十二字：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、仁、爱、和平，就是十二字吗？这十二字是中国人做人的标准。啊，真正那做出来了后呢，就是啊，五常五德，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。啊，另一类的心。啊，我的呢，就是孔老夫子表现在外面的温良恭俭让。啊，这是做人的标准啊。哪个这几字拢做到了，来生未得人道天道，到欲界天去咯。你看孔子做到，已经到离天去咯。呀，唔过是二十八层天，无论去到多一层天，拢未当甲极乐世界来比。这咱来知影啦。极乐世界殊胜超过华藏世界啊！而且咱买当去的啊，是不是买当去？啊，跟升天同款的遐容易啊！
今天只要断路修仙，把这几年拢总啊做到决定升天，啊，咱的心愿齐明，把这个同款的用意，这拢嘛是咱有把握的啊。真正是做会到的，无把握讲了就无路用。讲什么呢？做未到。咱刷了看，六有本愿为众生故，随时极乐国土，不舍恶世幽情，故立生死救度群生。啊，这是菩萨的慈悲心。啊，在这个世界里底，无量劫的轮回，深受其苦啊！哪期会当摆脱啦？人到极乐世界咯，也唔过是常常会想到轮回里底罪苦众生，不忍心嘛！啊，所以真紧啊！伊就转来咯，念生死度众生，啊！但是转来就无同款咯啊！伊是叫做世界菩萨来，菩萨敢有生死？无生死啊！菩萨来甲佛是同款化身。啊，用于什么心得到，就现什么心。化身菩萨，诸佛如来，无啊形象的啊，无一定的啊形象。伊啊现象现身，是随众生心现象的。众生心来想什么款呢？伊就现什么款。我众生看了欢喜呀，啊，所以佛菩萨无一定会像阿罗汉嘛是安尼，为什么？伊身见婆罗，我即婆罗。啊，五集、法集，拢总拢破了，你哪有相呢？相是众生心在想的啊，顺着众生心相现象，叫做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你来到这六道里底来的度众生。这个立生死啊，六道生死轮回，到这里来帮助有缘的啊众生啊，啊，什么是有缘？也善根成熟，也接受，也相信，也发愿，听念佛，这缘就是成熟，啊，伊就来了。缘若无生息，伊就未来，来了是无路用啊！但是菩萨非常慈悲，你唔相信佛法，你相信基督教的升天堂，伊就献基督的心，伊就带你去天堂去咯。其实像拢嘛是观世音菩萨。啊，所以我那就是会记咧，人生空两年，访问日本，
甲中川空良老和尚见面。迄、那个时阵，老和尚迄年是97岁，前几年过身咯。2002年甲伊见面，伊甲我讲，全世界所谓宗教的创始人，拢总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讲甲真正好，真的也毋是假的啊！啊，所以众生想什么款菩萨，伊就会现什么，伊是一体啊。咱一定要了解，然后伊甲这个执着甲打破，甲这个分别放下，一体啊。终极的目标呢，欲令十方一切众生皆得往生，皆当作佛，辗转救度，无有穷尽啊！这真的啊！品味福赞无量寿佛闻得无极啊！这爱较接赞叹的，为什么？真侪人啊，大意都疏忽咯，唔知影讲啊，福运嘞，遮尔啊大啊，佛对一切众生拢嘛真好。啊，咱吴小林居士，你甲大家讲故事，讲金山瓦钵，甲迄个张院长一段的故事。张院长安尼生的母鹿，金山瓦钵，金山瓦钵慈悲啊，也是救伊的命，也到最后感动。皈依咯，伊是个基督徒，互伊感动咯，无量寿佛的恩德啊，唔知超过偌济倍。咱唔知影，你那是知影，无一个袂感动的啊。啊！地下众生，阿弥陀佛拢会去度伊啊！现地下心，甲伊好讲同尘。啊，只要伊啊，积极行动，还有一点点善根，拢有救啊！无善根帮助伊啊，正善根。帮助伊啊，善根成长，善根成熟，决定都伊去极乐世界，一个人都未下啦，慈悲到极处咯。啊，无人知影，也过真侪人咧诽谤，啊，就甲迄张院长同款咯。请看经文第一段：生界作佛，佛处阿难，彼佛刹中，所有现在、未来一切菩萨，皆当啊究竟啊一心不处。
念乐的注解本品，也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的第三十五愿，一生无处愿，第三十六愿教化随意愿之成就。啊，这两愿阿弥陀佛是安怎如是的呢？这篇经我甲咱讲，第三十五愿曰：是我国者，究竟必至一生不处。这句话咧，就是一生圆满成佛的些意思。只要生到极乐世界，包括遍地修行，拢嘛是究竟必至一生不处。生到遍地嘛，不过都是耽误五百年，五百是咱人间的五百年呀、啊。你叫世界就是一单子呢，真紧啊，无长啊。啊，这是咱一定唔爱怎样呀？啊，叫做世界好好地这个所在啊。独其本愿为众生故，披弘世界，教化一切有情，开发信心，修菩提行，行普贤道，随行他方世界，远离恶处啊！也有一类的人，到底叫做世界咯？啊，慈悲心得当，看到阿弥陀佛，就跟阿弥陀佛讲：众生太苦，我未忍心，我现在就要来去度伊啊！会用咪会用你啊？啊，伊就回来。行菩萨道啊，伊也未成佛啊。虽然未成佛，伊啊，第五是阿弥陀佛菩萨，这一定要知影。只要到底叫世界见到阿弥陀佛，就是阿弥陀佛菩萨。啊！伊家己成佛啦，较慢一点不要紧，先去度众生，叫做披弘世界，教化一切有情。这个啊，弘世界就是四弘誓愿，实际上就是第一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多。啊，不忍心众生苦啊！进入地藏菩萨共款，地下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其实地藏菩萨老早就成佛了，那你怎样讲早就成佛呢？什么叫做成佛啊？但是经教来对跟人讲得真透彻，凡夫跟佛拢同款。
华严经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啦，不是讲个遮清楚呢？啊，为什么变成凡夫呢？变成六道众生呢？迷失了自性啊！你啊，即卖有三类的啊烦恼，这三大类，第一个是无明烦恼。啊，无明是什么？你自性本来对这次世间一切法，拢嘛通达明了，还是正常的现象。你无见唔知，啊，自性内底本来都有诶，或者智慧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你啊，本来就是专知专能，那会变成这款呢？无明烦恼，给你障碍着啊！啊，无明烦恼是什么呢？起心动念。那你见识，咱见识起心动念，没咯，什么都唔知咯。啊，你闻声嘛是起心动念，若观接触外面的六尘境界啊，拢总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没咯。啊，唔呐，讲起心动念，一个会分别执着，这就变成凡夫啊！哎，哪个只有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，还未歹？你是什么菩萨啦？啊，虽然我未得无深，然后有一挂你会知影，一挂唔知影，一挂个会知影。等到有分别执着的时阵，你啊，什么都唔知咯。所以佛跟人讲，修行成佛，是不是念真多经？无需要，真多菩萨拢嘛唔捌字，无读书啊。慧能大师就是一个啊，大家拢知影。那唔捌字的人会成佛？一天经都唔捌听过，嘛无念过啊，一句佛嘛无参过，什么一支香无从过啊？人为什么伊爸要好伊呢？伊烦恼断咯，就这款代志啊！耶、yeah, ，修行真心比啊！其实修行啊，每一个人都冇看到，修什么呢？经历破查了呀，修这个嘛，经历破查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啊，成就咯。啊，咱敢有这个本事，第一件修闻声，伊啊又香啊啊，是香味咧。在这个境界里面啊，真正啊做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啊，你甲慧能就平等咯，啊，你就成佛啦。啊，咱无量劫来养成习惯，叫做习气呀。一个接触就起心动念，就会分别执着。速度啊，太紧咯！啊，不是千分之一秒，万分之一秒，不是。你的菩萨跟咱讲是一千啊六百兆分之一秒呢。你看速度偌紧，拢总起来了，所有烦恼拢起来。这就是凡夫啊！啊，加官的频率，现代科学家证明了，
用字略加啊，但是咧，不过啊，无佛经上讲啊，遮清楚啊，弥勒菩萨讲噶是非常的清楚。第一单字三十二页八千念，就是讲一秒钟一千六百条。拢嘛未咯，佛教修行人真正用功要安怎用？若云接触了顶境界，生学不执着，大圣就爱放下心，唔能去执着这心是我啊，执着心是我，是所有烦恼的根本。所以会当真正会接到这心是我啊，心是什么？心是我所有的啊。那要安怎讲呢？我的心不是我心，是啊，我的心。都按你讲，讲更加清楚一点呢。我所有的心，这个心是我所有的，就三同款，三不是我，我的三，我所有的三，来创个清楚。为什么心有生灭啊？有生死啊？我是无生死，我不生不死啊。那是个心动，这是我，心死咯，啊，我嘛死咯。要去修什么行呢？都免修了。所以啊，一定要知影，自性这是我啦。自性什么？真心嘛。咱有一个啊，真心，真心就是家己。起心啊，动念的胡别乱想的，叫做妄心。妄心不是我，这要创个清楚。妄心不是我，妄心是我所有的啊！妄心，所以就要用真心。用真心的人啊，就叫做是菩萨，就是佛，佛菩萨。用妄心的叫做凡夫。差别就是在这地啊。修行呢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来锻炼。啊，练什么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清修清净心，由浅到深，清修清净心，清净心是未接受染污的。什么叫是染污？七情五欲是染污。贪嗔痴慢是染污。喜怒哀乐是念污啊！你下当伫境界内底，顺境就是讲你欢喜的，无贪恋啊，心是清净的。一个有贪恋，比念污咯。啊，逆境呢，啊，就无清灰，这叫做功夫啊。佛家讲功夫，世间人讲修养，修养意思较浅，功夫意思较深。你下也未去和外面的环境所动摇，一天到暗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，未受外口的干扰，未受外面的影响，而且叫做那些禅定啊，这叫智慧。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那就是智慧；如如不动，就是禅定。戒定慧三合拢修咯，你都会修，穿衫食饭咧修，应修啊！这泰林皆不咧修，还真正大成。
啊，甲念经捌字毋捌字，念偌济佛拜偌济佛是毫无相干。啊，佛为甚物教咱哩做，要做好模样互别人看？舞台表演，互人看到这是啊佛法，这啊佛法有。真入门来教你真正做的时阵，这无重要。这嘛是方法啦、啊。为什么你心静未落来？妄念太多，教你念经，念经都未打妄念，有妄念经就念错了。用念经的方法来修禅定是这款意思。念什么经，什么经都嘛用。啊，所以法门平等没有高下啦。选择你喜欢读的经，读什么呢？啊，就是读一部。唔那创伤罪，创伤罪啊，就创杂了，创乱了。啊，所以呢，就是一部经念到底，一生就念一部经。得定啊，开智慧啊，就成就咯。你要创遐多是要创什么呢？啊，不过是这部经真正通了，干我了，得定开我了，开我了，所有的一切经拢会通。啊，所以中国古人的教学，不是讲教你学一项捌一项啊，那有？那你笨的代志呢？一项啦，通一切拢通了。伊是甲外国人无共啊，外国人学一项知影一项，无学的完全唔知。所以外国人是求知识啊，伊那教学的方法是知识，唔是智慧。中国人教学的方法是求智慧，唔是知识。这两项代志啊。啊，所以中国的物件是真正是无比的殊胜。我咧带学生、教学生，爱甲这个学生培养什么呢？代替代我，这是啊，团人啦。啊，这款学生即马拢嘛无咯。啊，什么条件学生才会当学呢？听话，现在学生都不听话，不服老师啊，那就没办法学了。老师他高明嘛，没办法教你啊。啊，古代中国人听话啊，为什么？对小孩和父母教出来。父母教儿女无百项的，就是教伊听话，啊，教伊孝顺父母啊，遵守重道。所以，甲送去学校读书，唔敢，唔听老师的。你看，送去学校的这款的礼节，你就明白。那学生去学校。今仔有一个新的同学要来学校来，迄个时阵学校是私塾啊，所有同学拢啊排队排伫两边，啊，看到这个学生来的时阵咧拜老师，诶，行拜师礼，来观礼，拜师礼安怎拜？因老爸伫头前，伊伫后面，对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。啊！伊家己看到家己老爸对老师遮尊重，伊敢会袂听话呢？啊！思想的教学，老师有体罚的啊！恐怕邱中心，邱中心拍个正起来，有法规，是不是叫伊跪砖啊？啊，这款的处罚回去处理，领导父母知影。第二天买礼物来感谢老师，感谢老师管教。
啊，这是较早学校的这个学风啊，那像现在，现在北部热爱子女啊，老师讲一个较结婚的，马上爱去告伊啊。老师感觉这个敢不敢教咯？不管这款年龄，也讲白一点啊边啊。十岁之前，住伫农村，读过私塾啊。啊，六岁去读学校迄天，老爸带礼物去拜老师，伫头前，我伫伫后面，两边的同学拢在观礼。非常的隆重啊！拜完了后，礼物送予伊，叫做束手送上礼物。啊，所以的目的呢，家己背古书，家己顾古道，无咧讲个意思。为什么？唔免你知影，主要你保持你的清净心。这个清净心保持的这时间愈久愈好。我这款年代的人啊，我们是运气真好，我那个故乡文风真盛，是啊，明清两代东山派的发源地啊，啊，所以读书的风气真正浓厚，农村的囡仔无一个无读书的。都碰到这个福气啊，四季拢有思想啊。啊，看到这款代志，现在学生啊，未当教咯，无办法教，也唔听话，甲老师个烧钱，甲老师个讲滚笑，你有啥物办法啦、啊？啊，古时阵啊，做阮天津的这种的生活，叫了杂戏，杂戏。啊，用现在话来讲，就是讲到杂戏都唔捌事。心地啊，单纯，唔知世间上有歹人。唔知阿公别人会来欺骗啦，唔知。大家拢嘛是好人，大家拢是善人，甲大家人拢当作圣贤。啊，十岁以后，我去城市内面去咯。第二年十一岁，日本人侵略中国，发动八年战争开始咯。我去城市内底看的物件都多咯。知影讲，这社会上还阁有一个歹人，十年以前都唔知影。啊，农村内面确实无人蒙古，无人会骗人，无啊。淳朴，啊，所以经典。国他时阵传来翻译的嘛是中国时代翻出中文，伫啊经典内面会看到较早社会，足淳朴的，啊，毋过是人也够是苦难，苦难轻，而且是无罪。啊，这些代志呢，菩萨啦，拢买去放在心内，啊，拢愿意牺牲家己，牺牲呢，都是生活，较慢一点啊，较慢一点啊，帮助别人重要啊。
甲帮助别人即款代志提前，亲像地藏菩萨同款。地藏菩萨是一个真好的咧，啊，教化一切众生，啊，教化众生来对头一个就是信心。现在这世界乱咯，乱的原因伫倒位？信心失去咯。啊，这个嘛是我伫个。2004年发现的，我2003年去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啊，头一摆会议是伫个曼谷开的，所以我嘛是甲泰国个真好的发言。啊，第二拜是伫个日本，两拜、三拜，这两拜拢伫个日本，是伫个日本冈山开的。我是第三拜才开始，每拜开会主题才有发言。第一拜伫曼谷啊，我是无讲话啊，因为我头一拜去啊。完全是观察，甲接看，甲接听，卖讲话啊，了解状况。第二拜我都发言咯，第三拜了后主题发言。啊，我甲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些物件、理念、方法介绍大家，化解冲突啦。促进社会安定和谐，大家听着真正欢喜啊！甲我拍扑啊！我落台了后，散会时阵，阮到底咧食饭开讲，这人就问我讲：“伊讲法师啊，啊你啊，讲啊真好，不过这个做未到诶。”这是理想啊，这不是事实啊！这句话对我是真正打击啊！啊，这个啊，是要安怎？啊，信心无去咯！我这真正找到整个世界动乱的根源伫倒位啊！信心丧失咯！啊，这个会开过较侪摆，拢未有结果啊！联合国这个会，从1970年代召开，到现在开了40多年了。啊，每一年拢嘛真侪摆，唔是一摆。我当时代表澳洲昆士兰大学、吉里菲斯大学，代表这两个学校去参加呀。身份是以教授的这个身份。发现这个严重的问题啊，那是要让伊相信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提证据来。科学头一个就是讲提证据来，无证据是未相信的。啊，所以2005年，我揣摩来做一个实验点。啊，2004年、2005年。差不多一年时间，我四处去找，阎罗嘛无成色。那2005年的寒天，等于故乡，啊，离开故乡70年了，等于看卖，家乡还有一寡父老兄弟啊。我看我伫外面这几年情形，甲大家做报告，要来做实验，
因听着真欢喜啊，回来做啊，阮大家拢支持你。啊，你是就伫汤池小镇创这实验，实验那创成功咯。啊，所以空六年，我伫联合国教科文总部，这是邀请的，我感觉是祖宗的安排，全部加持啊。因为是根本都不可能跟联合国来合作来主办，主办我有管公委咯，我也是安排时间，这个对我才有利啊！啊，所以我都安排汤池这个实验做八小时的报告，这那不是讲主办单位是不可能。然后最长的报告未超过两小时，我要求八小时。啊，八小时无办法答应，我讲真正特殊咯，四小时，我和蔡老师担任四小时的报告，另外佫找两个老师，一个老师两小时，三人上台。甲汤池啊，小镇的成就介绍大家，做三江的展览，影响大咯，一定影响到现在。现在联合国，因也阁定定的去回忆这款代志，也希望讲我会当去遐阁办工作。啊，所以我甲迄边的这款大赛。建立起真深厚友情，有一寡小国家，啊，因咧大赛无亲像咱一般这大国，啊，时间拢嘛无长，拢是定定换，因小国无换，啊，有人是终身咧都替他做大赛，啊，像这人拢甲我真熟啊，拢变成朋友。啊，甲我熟悉呢，至少有三十外个国家，拢是一寡欧洲甲非洲的小国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菩萨啦，对这个可能会较深的、较多，伊特别的用心，要帮助人啊，建立信心，有信心嘛、啊。即系当修菩提心，即系当行普贤道，即系当依教修行，随生他方世界，远离恶处。即是讲极乐世界菩萨，伫他方世界教化众生，绝对未对三恶道。啊，伊也得到阿弥陀的加持。凡是极乐者不离安用，必知一心播出。这句话，咱来会记哩哦。这句话是世尊给咱保证的，只要你啊，生到极乐世界。你虽然去到他方世界教化众生，你跟极乐世界是无远离，其中得到阿弥陀的加持，得到阿弥陀的照顾，必定嘛是一生证到宝处，就是证到圆满。今天的时间到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